鹌鹑属鸟纲鸡形目雉科鹑属，是举世公认的高产高效特禽。鹌鹑肉质细嫩鲜美可口，营养全面，有补气清热的功效，有动物人参的美誉。鹌鹑蛋富含卵磷脂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对治疗胃病、肺病、神经衰弱等有辅助疗效。今天我们向您介绍鹌鹑的养殖技术。鹌鹑形似鸡雏，头小无冠，眼上部有眉线，嘴尖而弯，颈短，尾巴短，脚有四指，拇指在后，其余三指在前。鹌鹑躯体呈橄榄形状，全身布满羽毛，羽毛有黑、白、黄、红和栗色，不同羽色混杂形成不同的毛色。同一品种的鹌鹑毛色相近，公母鹌鹑的毛色略有不同。鹌鹑的性别从羽毛上很难区别，通常从生殖器官上可以辨别。有阴囊的是公鹌鹑，没有阴囊的是母鹌鹑。鹌鹑性情温顺，但公鹌鹑仍有好斗的习性。鹌鹑成熟早，生长发育快，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母鹌鹑五到六周龄性成熟并开始产蛋，平均年产蛋270到300枚。家养的鹌鹑没有抱性，已经失去孵蛋的本能，需要用鸽和鸡等代孵，或用人工孵化。鹌鹑食性杂，食谱广，食量小，喜欢群居，适于笼养，抗病力强。鹌鹑分为肉用和蛋用两种。肉用品种主要有法国迪法克，是由法国迪法克公司育成的，体型大，成年鹌鹑羽毛呈黑褐色。迪法克鹌鹑生活力适应性强，屠宰日龄为45天。蛋用品种有朝鲜龙城，产自朝鲜龙城地区，羽毛灰褐色。引入我国后，经北京市种禽公司多年培育，生产性能有大幅度提高，成为我国养鹑业中蛋鹑的当家品种。中国白羽鹑由北京种禽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联合育成的鹌鹑新品种，羽毛纯白色，生产性能较好。鹌鹑品种很多，但饲养方法都是一样的。规模化养殖鹌鹑，在选择场址时要求交通方便，远离居民点、其他畜禽场和污染源，场内外道路平坦，以便于运输生产和生活物资。用水要考虑水量和水质，水源要充足，最好是地下水，水质清洁，符合饮水卫生要求。要保证供电正常，
在经常停电的地区要自备发电机。鹌鹑的养殖可以根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可以利用闲置房屋，也可以专门建设房屋，要求房屋结实整洁，通风采光和保暖性能良好。家养的鹌鹑已经失去了孵蛋的本能，需要用鸽或鸡等代孵，或用人工孵化。目前大规模的生产都采用电孵机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种蛋应该来自健康鹌鹑产的蛋，种蛋必须清洁，种蛋要选择大小合适、形状正常的椭圆形蛋。形状正常的种蛋孵化率较高，孵出的雏鹑健壮、活泼、均匀度高，便于饲养管理，成活率高。孵化种蛋的重量以10到12克为宜，白壳、茶色、软壳或沾污粪便的蛋都不能做种蛋。用于孵化的种蛋应当越新鲜越好，一般情况下春秋季种蛋存放不超过7天，夏季种蛋的存放不超过5天，冬季不超过10天。将挑选好的种蛋大头向上、小头向下放在蛋盘里，种蛋皮儿薄易碎，要轻拿轻放。由于种蛋保存期温度较低，为了使上蛋后很快达到孵化机内的温度，入孵前24小时要将种蛋置于25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下预热。预热后将种蛋放入孵化机内，固定好蛋盘。上蛋后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40毫升福尔马林加20克高锰酸钾混合发出烟雾，密闭熏蒸30分钟。孵化时孵化机内的温度控制在38到39摄氏度之间，孵化机内的相对湿度应该保持在55%到65%。孵化器内用风扇进行通风换气，主要是为了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热量，并使孵化器温度均匀。翻蛋的目的是让种蛋受热均匀，防止胚胎与蛋壳粘连，促进胚胎活动，保持胎位正常。入孵后第1到14天每天翻蛋，每隔2小时翻蛋一次，翻蛋角度为45度。在孵化的第15到16天及出雏的前1到2天，把蛋盘中的蛋放入出雏盘中准备出雏，这叫落盘。将装入种蛋的出雏盘平放入孵化机中，落盘后不再翻蛋。将温度降到37到37.5摄氏度，不要经常打开机门。鹌鹑的孵化期为17到18天，一般第16天开始啄壳，第17天大量出雏，18天出完。等到鹌鹑大量出壳时，打开机门检雏。雏鹑怕冷，出雏时要稳定温度，不能降温。雏鹑脱水会死亡，出雏时湿度要保持在70%以上。出生的雏鹑从外表上很难区别雌雄，
但是利用中国白羽公鹑与朝鲜龙城母鹑杂交的第二代鹌鹑能够自别雌雄。羽毛淡黄色的是雌性，羽毛栗褐色的是雄性。1到20日龄的鹌鹑为雏鹑，雏鹑可以平养也可以笼养，通常在前1到2周采用平养的方式养殖鹌鹑，这样方便喂食和饮水，便于管理。鹌鹑长大一些后活动能力增强，要及时转入笼中饲养，以防止鹌鹑跑出笼舍。雏鹑体型小，腿部力量弱，羽毛淋湿后容易失去平衡而摔倒，被其他雏鹑踩死或淹死在饮水器里，引起不必要的伤亡。因此给雏鹑的饮水器水面要浅，可以在饮水器中放一些小石块，雏鹑的第一次饮水要在进雏后马上进行。一日龄用0.01%的高锰酸钾水自由饮用一天，除杀肠道菌。要让每只雏鹑都喝到水。雏鹑的饮水最好使用温开水，水温30摄氏度左右。雏鹑的开食要在饮水后进行。开食的早晚对雏鹑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原则上宜早不宜晚，一般在出壳后24小时之内进行。开始时可以用碎玉米或碎米，2日龄后可以换用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饲料配方为玉米50%，豆粕35%，麸皮3%，骨粉2%，鱼粉9%，添加剂0.5%，食盐0.3%，微量元素0.2%。将饲料倒入饲料器中，让雏鹌鹑自由采食，饲料要充足。育雏期的温度要求稳定，严禁忽高忽低，温度过低容易引起肠道疾病的发生，温度过高雏鹑会发生脱水现象，导致体质差，产蛋期推迟，严重的还会发生休克现象。温度掌握合适的雏鹑生长发育良好，发育期病少。适宜的育雏温度为1到3日龄38到39摄氏度，4到5日龄36到37摄氏度，6到10日龄35摄氏度，11到20日龄30到32摄氏度。室内温度掌握的是否适宜，不能单看温度计所显示的温度高低，而是要看雏鹑的精神状态。都挤在一块儿，说明温度较低；都趴成一片昏睡，则说明温度过高。有吃食的，有休息的，雏鹑分布均匀，说明温度掌握的正合适。由于鹌鹑生长发育期短，性成熟早，在短35日龄便发育成熟，开始产蛋。这就要求通过增加光照时间来促进雏鹑大量采食饲料而迅速生长发育。育雏的光照时间为1到5日龄全天24小时光照，6到10日龄自然光照加人工补光，每天不少于22小时。11到20日龄每天自然光照加人工补光不低于20小时。密度过大时，
储存采食不均匀，生长发育缓慢，体重轻，开产期推迟。储存容易脱毛，或因抢食饲料而压死。因此，三周龄内饲养密度每平方米不要超过200只，夏季应该再适当减少一些。每天早晚要观察储鹌鹑的动态，看精神状态是否良好，采食饮水是否正常。发现问题要找出原因，及时处理。每天定期清扫鹑舍，适当通风，做好防鼠害、防蚊蝇、防煤气中毒等工作。储存饲养至20日龄，就进入了育成期。育成期是指21日龄到35日龄，这一时期共15天时间。育成期是鹌鹑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进入育成期后，鹌鹑生长发育加快，采食量、饮水量明显增加。25日龄左右开始换羽，35日龄换羽结束就逐渐开始产蛋了。这一时期的管理直接影响今后种鹑的产蛋能力。进入育成期后，可以将雏鹑转入成鹑舍养殖，也可以在原来的笼舍里继续饲养。继续饲养时，取出饮水器和饲料盘，换上料槽和水槽，要尽可能保持原有的生活环境，尽量避免使鹌鹑受惊。这时应该分辨雌雄，公母分群饲养。一般三周龄时可以根据外貌特征分辨雌雄，分养有利于种幼子鹑的选择和培育，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优质的母鹑可以留作种鹑来饲养，公鹑除了留一定数量的优质鹑用作配种外，其他可作为商品鹑饲养上市。凡发育差的子鹑都转入商用鹑强化饲养后上市。饲养鹌鹑的密度在气温低时密度可以大一些，气温高时密度可以小一些，一般每平方米饲养100到150只。每天保持10到12小时的光照，自然光照不足时要人工补充光照，光照强度不能太强，以暗一点为好，避免阳光对鹌鹑的直射。过强的光照会造成鹌鹑严重脱毛以及啄羽、啄肛等恶癖的形成。21到28日龄，温度控制在24到25摄氏度。29到35日龄，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要定时清扫，保持室内外清洁卫生。每周要进行一次消毒，用消毒剂兑水稀释成1000倍液，代纯消毒。防止疾病发生。做种用的青年鹌鹑要适当限制饲喂，控制体重，防止性早熟。饲料配方与雏鹑的饲料基本相同。在生产实践中，人们把母鹌鹑留作种鹑用来下蛋，而把公鹌鹑留一部分配种，其他的作为商品鹑饲养，育肥后上市。对于自别雌雄的鹌鹑，孵化时就能够分辨公母，这时就要将公鹌鹑挑出作为商品鹑单独饲养。饲养方法和其他鹌鹑一样，只是饲料稍有不同，
配制饲料时，商品纯的饲料中蛋白质饲料含量要多出 5% 到 10%。 商品纯养到35天就可以出栏上市了。对于不能自别雌雄的鹌鹑，在鹌鹑生长到21日龄后要分辨雌雄，公母分群饲养。这时把公鹌鹑挑选出来，留一部分配种，其他的集中育肥。饲养方法和其他鹌鹑一样，只是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要比其他鹌鹑的饲料高出 5% 到 10%。 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 60%， 豆粕 30%， 麸皮 3%， 花生饼 2%， 鱼粉 2.5%， 骨粉2%， 食盐和添加剂 0.5%。 商品纯养到35日龄后就可以出栏上市了。做种用的鹌鹑经过35天的饲养与管理，逐渐开始产蛋，鹌鹑就进入了产蛋期。35日龄到365日龄的鹌鹑为种鹌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鹌鹑的产蛋规律。35日龄开始产蛋，45日龄产蛋率可达50%，50日龄达到70%。60日龄达到80%到90%，80到220日龄产蛋率逐渐达到高峰，可达90%到95%，220日到300日龄产蛋率达到85%到90%，300到360日龄产蛋率逐渐下降，降到80%。饲养种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优质高产的种蛋或商品食用蛋，因此必须为产蛋豚提供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以下是鹌鹑产蛋期间的饲料配方：玉米54%，豆粕30%，麸皮2%，花生饼2%，鱼粉5%，食粉5%，骨粉2%。每天从8点开始饲喂，每2小时加一次饲料，一天喂8次。鹌鹑的公母比例为1:2.5到1:4。35天以后，将公鹌鹑放入母鹑群中自然交配。种豚的饲养密度应该小一些，每平方米100到120只。温度对鹌鹑的生长发育、生产力、产品质量与繁殖性能等方面影响很大。鹌鹑抗热能力比抗寒能力强，在夏季很少发生中暑现象。当室温低于10摄氏度时，产蛋率降低50%以上，而且抗病力显著下降。对于产蛋的鹌鹑来说，最适宜的室温为25到30摄氏度，忽高忽低的室温会严重影响蛋豚的生产性能。鹌鹑对室内湿度的变化适应性较强，一般60%到70%的相对湿度最利于生产性能的发挥。通风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空气新鲜的重要手段。在夏季，纯射窗口要全部打开。当室内温度达到37摄氏度以上时，应该采取机械通风。
冬季纯舍的通风主要通过窗户的开闭来进行调节，一般应该在温暖无风的中午进行，通风时间以2到3小时为宜。光照并不是越强越好，过强的光照会造成鹌鹑活动加大，发生脱羽啄羽现象。产蛋期自然光照加人工补光一般以16小时为宜。经常清理粪便、清洗食槽是保持纯舍卫生的主要手段，清粪每天进行一次。因为鹌鹑产蛋集中在下午2点到晚上9点，所以清理粪便应该在上午进行。种鹌鹑90日龄前所产的蛋作为商品蛋出售，90日龄后产的蛋可作为种蛋收集。鹌鹑通常在下午下蛋，种蛋要在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集，坚决不允许种蛋在饲养室过夜。收集种蛋时，注意把鸡型蛋、褐壳蛋、白壳蛋、破蛋、粪便污染的蛋挑出，收集种蛋要轻拿轻放，商品蛋可以在第二天早上4到5点进行收集。种鹌鹑的利用年限为1年，1年以上的种鹌鹑产蛋量下降，应该及早淘汰，育肥后出售。鹌鹑抗病力强，一般不会发病，但是随着鹌鹑养殖数量和密度的不断加大，鹌鹑的传染病也时有发生，因此搞好疾病防治是鹌鹑养殖获得高效益的重要保障。鹌鹑的免疫程序是1到7日龄新成疫疫苗饮水一次，21日龄新成疫疫苗饮水或喷雾一次，35日龄新成疫疫苗饮水或喷雾一次，每年春季和秋季各注射一次禽流感疫苗，每只鹌鹑都要注射到。养殖场应该在场门口设立消毒水池，进出车辆要消毒。在纯舍门口放生石灰，凡进入纯舍的人员必须由消毒池内走过，认真消毒鞋底。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进纯舍前换上消毒过的衣帽和鞋。要定期消毒，每周给纯舍消毒一次。消毒药物不要只用一个品牌，几个品牌含有不同成分的消毒剂交替使用效果更好。采用整进整出制，同一批鹌鹑要集体进舍，养成后集体出舍，淘汰后旧笼具及纯舍要彻底消毒，间隔1个月后再重新使用。鹌鹑是一种高产高效特禽，生长快，适应性强，抗病力强，在我国各地都能养殖。养殖鹌鹑投资小，生产周期短，技术简单，是农民朋友致富增收的一个好项目。